的馅料，猪肉的。特别劲道的，口感特别好。口一定要放下面压住，距离要不就粘住了。190克的一个面条，好，再来稍微坐一下啊。几分钟就好了。你选择，然后再选择。嗯，好的。这两个烧饼是带走的，猪肉烧饼特别好，蛋都油这样轻轻刷一下，要不粘住了。蛋烤熟了，它就烤稠一点。
酱，上面厚厚的撒一层芝士。下次啊。好的。撒一层芝士，然后。好了，带走吗？趁热吃啊。如果回去凉了以后，先去微波炉或者电瓶上加热一下。